啊，对，쉐이종 진짜로 물속에서 합성이나 뭐 이런 특수효과 같은 거안 쓰고 사람이 지금 물속에서 저렇게 하고 있다는 거지? 对啊。뭐 표정 봤어? 没有啊，怎么了？표정 막 지금 입도 다 움직이잖아. 물속에서 지금 웃는 것도 나오고 물속 같지가 않아. 厉害吧？厉害，哇，哇，演出진짜멋있다。他编辑非常好，跟那个音乐一起非常好。对的。哇，哇，이거 완전 CG 같다。厉害吧？厉害。哇！저걸 진짜 물속에서 찍었다는 거잖아. 对啊，저 물속에서 어떻게 저렇게 움직여? 아니 근데 물속에서 숨 쉬면 막 거품이 올라오는데 거품도 하나도 안 올라오는 거니까 숨을 아예 진짜 이렇게 웃고 입을 벌리는데도 거품이 안날 정도로 진짜 연습 정말 많이 했나 보다. 我看了他那个一天泡在水里面的时间，5、6个小时，每天，每天5、6个 와. 厉害吧？真的厉害呀！我看那个资料上面，他这个拍的时候，拍了56个小时，还是拍了56个？几多少小时啊？30几个小时，30几个啊，呀？我忘记了，反正是拍了很久。저걸 며칠 동안 찍은 거네? 5个6个小时。没有啊，연습할때는五六个小时。연습만. 对啊。와, 진짜. 非常难的，当然我不会呀。我去试一下。啊？你？加油！人家是天才呀、啊！让米娜以后也去当水下演员怎么样？米娜不是，米米娜不是喜欢游泳吗？娜，米娜，열심히 하면 할수 있어. 우린 늦었지만 미나는 아 가능하. 对了，我最近还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是明星，他也是网红。明星网红，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每天晚上都要看他。每天，每天晚上，你不是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每呀，天在那里看中国的那个，就是看他。我知道你每天看电视，电话。你每天看他了吗？每天看他啦。是吗？是我他没吗？钱，我没钱，没办法给他送礼物。男的吗？女的，女的？漂亮吗？很漂亮。是吗？对，看吧。你要看吗？好，你说到漂亮，他就要看了。是吗？看吧，我放给你看。非常有名，对，是吗？中国人全部知道吗？全不知道，不知道的应该少吧？你看他要唱歌的，还是看他化妆的，还是看他生活上的？唱歌吧，唱歌的，好的。
哦，哇，真帅呀！好看吧？好看。그뮤직비디오가좀복고풍이잖아좀옛날스타일로일부러欧美风어응我喜欢的呀你喜欢的아니저한국도저런가수들이저런일부러저런컨셉으로나온거있는데요즘은저런컨셉이되게재밌기도하고옛날생각나니까또아유我老公你也喜欢啊那以后我们两个人一起看啦好吧还有呢还有还有你还你要看他吗别的也有别的没有你要看他吗嗯嗯你说了吧我化妆生活哦我老公要看泰蜜呀好的这个非常好看是他吗对啊다른사람한테화장받고서对吧不一样哈나이많아보였는데아까는没有啊他因为他化妆的原因现在他现在没化妆嘛没不是没哇哇等了他两个小时还没到他是走路来的吧没有空白没有空白这头发就是我想要的你要弄这样的头发对你确定你能弄这样吗你要问我的发型师确不确定没问题吧 No problem 哦你看梳得很正确他的梳子长这样哇你这个头发好像那种硬梳会贴地又插秧你好像长蓝听得懂吗付出代价的知道吗听不懂后面还有啊表情还有很多啊表情啊表情头发都我的编背后流主题才真正开始现在要把这个东西编到我的头发上只整头发纤维啊怎么可能整头发这种东西扎起来才50块钱你一分척을안하니까더재밌네嗯特别好玩啊绝望了这头发好像麻绳啊叫什么起码有5斤重哇 Thank you This is milk tea Milk tea 好喝吗好好看吗挺好看那怎么叫做高级美女呢御用的发型师呢是不是啊只有我可以拥有你们他的名字叫泰蜜泰蜜你看一下韩国的网上里面有没有泰蜜嗯没有没有啊嗯泰蜜啊赶紧红到韩国来吧走向国际来吧干嘛嗯我请客呀你泰蜜啊我老公说他要请客你请他吃什么呀嗯김치볶음밥呀那个是你好吃什么你追我的时候做的那个김치볶음밥给我吃你还要做김치볶음밥给第二个女人吃是吗你变了啊好的好的移情别恋那么你请他吃韩牛吧 那怎么办韩牛嗯哦怎么样哦啊哦怎么样嘛韩牛呢我给你啊哎呦只有你啊算了吧你牛尾巴都找不到一个韩牛呢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嗯내가생각한그런网红하고완전달라是吗是啊你想的网红是什么我觉得呢这太漂亮的嗯脸真的白色嗯还有这说的时候也这样小心小心这样说啊作你我爸这样的说的那种网红就是那个中国话叫绿茶嗯是吗就是很作的那种因为那种女孩子不是很多人喜欢是一般都喜欢那种比较大方一点然后说话就是这样嗯就像我这样的我太难了
睡觉。睡觉啊，知道了。韩国的那些演员就是很作的，绿茶。是吗？对。哎呀。这种真是搞不来呀、啊、这种跟我。他就会勾引你们这种大叔的。是不是？哎呦你干嘛呀？你不喜欢这样的吗？我不喜欢。男人不都喜欢这样的吗？来过来，我再来做一个。哎呀，欧巴！哎呀，那他吧。哎呀！我以后就这样跟你说话，好不好？你现在也这样吧。就帮我就。我是这样的，来打开。我是这样子。对的。还有那种女孩子喝醉了，男人不就哎我醉了，实际上醉什么呀，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对不对？对不对？你也以前这样了吧？我没有啊。你以前这样了、啊、我有醉过吗？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这样了呀。我这样啊。是啊。我这样啊。哦，你忘记了吧。我你这样了呀。我怎么样了？你刚刚吃了吗？来，你坐一下。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坐一下，来，快学一下。你 学一下，你也要陪我把外面黑吧。我怎么样？哦，这里痛啊。啊，我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坏了。啊，准备了。那你说你喜欢那样的还是喜欢我这样的？我这样。我只有你啊。我爱你啊。怕被打是吧？知道了，那我们跟。干嘛呀？头痛啊。我这样的多好呀。好。嗯。好。很好。我也觉得。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了，不吹牛了。拜拜。拜拜。